早餐店是安尼少无闲，负责都爱做料理，搁爱把时间去做像吐司蛋饼，另外也搁爱接电话来订单，少无闲。管上管安尼一抓一抓咧上，用高感时期落掉。这个普色安全帽啊，管上管有签名，到手正手拢总摕两分，用过其中一分是别人的。那是管上管上唔掉，伊应该将餐上顿来接掉。他有跟他指示说，是前面第一包只有少少的几样，对，那他可以把两包都一起带走，对，我也觉得很不可置信。单子的形式是不一样的，对对对，只有两个单子。对。电话订的甲挂上的单是无同，嘛无挂上偏好，应该是袂摕唔到。高雄这间早餐店，同时几落店员拢伫无闲，无注意讲别人的单已经客气，佮卡好边台，边台这边反应嘛无啥物处理，一个外柜也拢无消息。就发了一封 mail 给我啦，就是说等候他们处理这样子啊，但是其实也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，我觉得也太久了，还没送达到客人那边。对，我们客服是会。电话联络对，他、啊、就是把产品再送回来就好，再交换。其他外送员就讲，你提唔到，嘛是拢有标准的流程，又唔过店头这边拢无人来处理，这种代志去网络讲，外送平台讲已经在调查，会甲店头联络协助处理。大家不然提唔到是应应拢有，又唔过那是趁机会当偷退去，安尼怕歹着外送员的名声。民视新闻那波综合报道。